偷家。各路解说看 OMG 极限偷家京东，左手又是受害者，他一个大招又空了 A 吧，蛇女中了一个 Q 就空血了， VC 死了 A 吧，猫改一个大招再一口 A 吧，有双水一死不了，回头死了三六九，这波 OMG 要被一波，但是正面两个人去推家了， OMG 再一波， OMG 偷家赢了，这波 A 波表演局，但是 OMG 选择不要 A 波表演， Oh my god， GG 大家好，保下一波，保人一波，没事，慢慢来， A 波顶上去，冲上去了，他死了，哎，一波了，说姐别带上 A 波拉开， A 波还在逃走，拉开拉开，可以无所谓啊，没关系，一波可以一波可以一波，神力这个位置回不了家了，一波提过血没有用，赶紧点兵，一波了，一波一波可以吗？一波了，一波，有二闪，打了点快，打了点快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肯定一波，水银水银，肯定一波，我去，一波。A 波暴毙了，这是 OMG 去偷家了。大刀割物质，小奶油和山鸡在偷家，在狂 A 加，在狂 A 加。恭喜 OMG 获得2023年拍卖赛总冠军。Q R 想打血量空大，但是蛇女一枪半血没了。我用狂风化解中 MC 被秒了。啊，不得被秒，完了，家没了，家没了，不算，把偷家一个不算。Oh my god！ 小奶油甚至都可以直接去偷家了。被刘四打到空了，三九开大招，要A 波直接狂奔过来，打一刀双双 B， 直接被秒的。双 PP 偷家了，正面 OMG 只要不管就行了。A 波这里肯定要被秒掉，拿到一个几千块，但是永恩跟奎桑吉在拆家，在拆家。不及了，京东家要没了，家要没了，三六九能不能顶住，打不动，石化到了一个奎当局，但是奎某小奶油有水银刀还在拆，我安静拆掉了京东的基地，让他安静想TP，双TP怎么说，正面小明有大招把人拉走了，但正面又可以让其大楼了，哎，小明被秒了吗？没有被秒，就被牵扯，先把人锤飞，看一下这边锤家的速度快不快，我灭的愤怒再被锤走，好难受呀，先摸不到，打出一个复活甲，怎么说这个基地闪现过来继续 A 一下两下，基地血量已经不动了，最终是成功的，有 RE 这边偷掉了对方的基地。